好，先看第一部分，就是页面，包括路由模板和路由。然后这部分呢，我们是先要回顾一下技术方案啊，就是我们在上一章啊，我们在上一章详细的讲了技术方案，包括架构设计图的啊，包括页面相关的，包括 API 相关的，包括这个组件相关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当时之前也说过哈，就是大家如果看不懂或者看着比较抽象的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在每一部分都会把这个就是方案再拿出来重新去讲，重新结合我们要开发的代码去讲啊，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拿出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技术方案，就是和这个有关的，和这个页面和模板路由有关的技术方案，先拿出来回顾一下。然后呢，再去查看模板代码。为什么要查看模板代码呢？因为我们前端的代码，就是前端的 EGS 代码和 GS 啊和 CSS 哈贾克斯这些代码，我们都不去一行一行的写了啊，我们就把那个代码呢，就我们所需要的代码就拿过来之后。我们贴上，我们挨着去看一下，挨行去看一下，讲一下就行了。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挨行写呢？因为这块代码内容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模板代码啊，包括的一些它的一些工具啊、一些插件啊等等这一些。如果我们再一行一行写的话，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因为这块前端这块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已经不用 Vue 和 React 的这种框架了，我们是用的比较简单的这个后端模板渲染啊，已经比较简单了啊。所以说，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这门课的核心就是 Node.js 这块呢，第一个比较简单，第二个它也不是重点，对吧？我们就把这块呢看一下，看一下之后大家理解了什么意思。只要不妨碍我们继续学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写一行一行的写那个 Node.js 代码，对吧？至于说你自己在用的时候，这个模板的代码到底是你一行一行写，还是说你直接下载老师的代码来用呢？那看你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对吧？你如果觉得前端学的还不是很透彻。那我推荐你一行一行写一下，也相当于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啊，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前端代码的熟悉度。如果你前端玩的比较溜了，然后你 Node.js 需要学的话，那我建议你模板代码你就像我一样，把代码拷过来之后你粘上，然后自己看一遍，然后用就行了啊。好，最后就创建路由啊，创建路由就是说我们模板有了之后，我们创建路由才能把这个就是在访问页面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出来，对吧？好，那我们一点点看啊。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技术方案，就是注册页啊。大家看，第一个这个路由是这个 register 对吧？根部路由下 register 这是路由。下面呢有一个表单，表单呢这个注册表单呢需要两个 API，第一个是注册，肯定是对吧？就是我们点一个按钮，然后把那个信息注册上，就这个 API user register 啊注册。第二个呢是用户名是否存在啊，我们需要一个 API user exist。也就是说，我们在注册表单里面如果写了一个和别人重复的用户名啊，我需要立马知道一个反馈，说我的用户名是被重了，不能用了，对吧？啊，用户名不可重复，对吧？是唯一的啊，不能用了啊。所以说我这儿呢就写了这么一个接口来提高一下用户体验。如果是没有这个接口呢，然后你点注册之后，然后到后端才会去判断是不是重复，然后它往前端返回告诉你说那个已经重复了，这样啊，这样的话用户体验会不太好一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尽量的做的稍微的完善一些啊。虽然说前端不是我们的课程的核心，但是呢，我们要尽量做的用户体验稍微的完善一些。OK，这是注册页哈，然后登录页呢，登录页的路由是这个 login 啊，然后一个登录表单，登录其实 API 就一个，对吧？然后就这个 API user login，登录成功之后呢，就直接跳到首页就行了。OK，这是页面模板和路由的。另外这个图呢，是再次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 EGS 的一个框架啊，EGS 它肯定是需要一个 header 啊，一个 footer，就像 HTML 一样，对吧？然后 body 里面呢去写我们自己的东西。当然，这个导航是用的虚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用不到导航。像我们的这个登录和注册，它用不到导航，对吧？用不到导航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参数去控制它不显示这个导航。那如果是接下来的页面用的导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参数控制它去显示这个导航。总之，这个导航就在 header 里面就行了，对吧？OK，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思路啊，然后查看一下模板代码。好，首先我们进到这个控制台里面，说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保证你的 Node.js 版本啊是8.0以上啊。第二个重点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 Redis Server 是不是启动了，确定你的 Redis Server 启动了。哦，我这儿说它已经启动了，已经端口已经被占用了，对吧？它已经启动了，它已经在运行了啊。所以说我们就不用管它。然后这儿呢，我写成一个惯例，就上面是两步，Node 版本和 Redis Server 是不是启用？我们写成一个惯例，就是我们就是每次在做练习的时候都需要保证这两点，确定是符合要求的啊，要不然的话你的运行可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啊。所以说大家提前检查一下。第二个呢，就看一看你的 Git status，看看是不是当前缓存区是不是已经空了啊，已经干净了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注册和登录的功能，对吧？那我们就需要拉一个新的分支啊。拉分支呢，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如果是你这个分支拉来是用来改新功能的，就以这个开头，这样拉分支 future 什么什么。如果你这个分支是拉来改 bug 的，然后你就可以 bug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开头。所以说，我们的分支是用来改这个，我们增加这个 login 和 register 的，就写 login 吧啊，这样比较简单，也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是我们要做登录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拉这么一个分支啊。OK，拉完这个分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分支之下去搞一些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说的那个模板啊，模板我们现在是没有的，对吧？然后在这个 Vue 下面这个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下，然后我们就添加一个叫 login 点 EGS，然后再添加一个 register 点 EGS。OK，添加两个模板，然后这个代码呢，我们肯定不会手写啊，我们说过啊。然后我这儿呢有现成的代码啊，这个代码也会在大家学习的时候给大家提供出来啊，就是直接把和所有代码一块提供出来。OK，这是 register 的，这是注册的哈，我们拷一下放在这儿来，先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登录的拷一下放在这儿来，然后保存一下。OK，那我们把这两个代码捋一下，我们先看注册的吧。一开始就是引用的什么 header 啊，这个我们已经看第二遍了，对吧？传个 title。然后串一个 is narrow 等于 true，is narrow 等于 true，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再看一遍 layout 里面 header，啊，如果我们传了这个 is narrow 等于 true 的话，啊，这儿它就是一个展模式，这个展模式其实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啊，就是用于登录和注册，它会把这个 body 给它限制的宽度会小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登录注册页，我可以看一下原型图啊，登录注册页它这个宽度会小一些，对吧？它没有那么宽，所以说就让它变窄一些，就是一个 CSS 要它的设置而已啊，没有别的东西啊。然后 title 这个没问题啊，然后再往下，好，注册是一个标题，对吧？然后再往下是又一个 if else 就是 locals 点 is login 就是说明你看这个描述文字哈，您已经登录，请直接访问首页，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这里面去输出一个 is login 和 username 去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登录了。如果它已经登录了，那就没必要再去注册了，对吧？它如果已经登录，我们也不让它去注册了啊。所以说如果登录，我们就显示一个文本，然后一个链接，然后就导过去就行了。这块呢，我们先不传啊，先不传。我们说过啊，如果不传的话，必须写一个 locals 点啊，去防止报错，对吧？防止报错啊，你如果不写这个呢，它不传这个会报错的啊。所以说，我们先不传，然后我们等到这个把登录和注册做完之后，我们再去，至少在登录做完之后，我们再去传这个是不是已经登录，对吧？要不然我们现在没法验证这个东西。OK，已经登录了，然后就这样。如果是不传或者说没有登录的，那就显示这个 form 这个表单，对吧？Form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输入用户名啊，这是用户名的一个表单，然后请输入密码，然后重新输入密码，就确认密码，然后再往下是选择一个性别啊，性别呢男女保密分别是一二三啊，我们就三种啊，性别就三种，其他的我们不考虑啊。然后下面一个 button 就是一个注册的一个按钮啊，然后再往下是一个就是已有账号返回登录，就是一个导航性的一个链接就完了。OK，然后再往下是一个 GS 啊，就下面应该全是 GS。好，这里面写的 GS 里面，我们是用 jQuery 对吧？用 jQuery，所以说 jQuery 的写法呢是在这里面写一个自定义函数。然后呢，上面全是一些获取一些 DOM 元素的，就是获取输入框的。然后下面进行临时变量，我们都先不用管它，用到之后再说。然后接下来是两个监听啊，应该是三个。第一个呢是监听用户名输入，监听用户名输入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看用户名可用或者用户名已存在啊。用户名已存在就显示一个用户名已存在啊。如果不存在就显示个用户名可用，对吧？然后重点来了，重点这个地方我们访问了一个什么？我们访问了一个 exist，就是我们在技术方案里面这说的，就是用户名是否存在，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要监控这个 username import 这个它在 import 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个简单的防抖，然后也就是说简单的防抖嘛，就是说让它停止输入的时候才去发送这个请求。然后发送这个请求啊，是 post 来注意是 post，然后把用户名传上，然后看看是不是用户名已存在，对吧？至于它是不是已存在，这个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实现的这个 API 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逻辑啊。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功能啊，就是监听用户名已存是不是已存在，然后这个功能呢就是监听这个密码输入是不是一致啊，这是纯前端的功能，和后端没有关系啊。就是你看两次密码一致，两次密码不一致，其实就是在密码输入的时候监听一下。就实时的监听一下，这儿做了一个防抖啊，实时的监听一下，它这个两次输的密码是不是一致啊？这个纯前端的功能。
然后是注册事件点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按钮点击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阻止默认行为然后这是验证一下，看看用户名已存在，是密码不一致啊，如果不符合规范就算了，就 return 了，就不执行了。然后再往下就获取用户名、获取密码，然后获取这个 gender 就获取这个性别123对吧？然后提交数据就是你看用的是这个什么？用的是 register 这个接口，然后用 post 大家看就是 register 这个接口对吧？然后传的数据呢就是 username、password 和 gender，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只需要这三个信息，就用户名、密码和性别啊。用户名一般不会让你改了对吧？性别一般也不会让你改啊，这个都选择是要慎重的。然后密码可以让你改对吧？然后另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昵称啊、城市啊、头像啊这一些，是你注册完之后，你进去之后在用户设置界面再去做的啊，就现在不做这些事情。然后调用这个接口，然后成功之后，就是注册成功，然后请登录啊，其实就是注册成功之后就直接跳转到登录页，就注册成功之后你还再要登录一遍啊，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啊。然后有错误就直接 alert 出错误啊，这就是整个的啊，最后还有一个引用一个 filter 啊。好，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注册页啊，很简单是吧？好，登录页我们再看一眼，登录页这个引用 header 和刚才是一样的，只不过标题不一样而已。然后再往下登录啊，登录这个标题，然后你看又有一个，就是如果已经登录了，我们也不希望它在登录页重复登录，对吧？就如果已经登录了啊，我们后端判断如果已经登录了，我们就去直接让它访问首页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登录或者说这个值没有传呢，那我们就显示一个表单就好了。啊，表单。表单其实更简单了，对吧？然后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然后直接去点登录按钮。然后下面有一个导航性的链接，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个账号呢，就直接去注册就行了。好，再往下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一下，这儿只有一个按钮事件，就是点击登录的时候，点击登录的时候获取用户名、获取密码，然后直接去用这个 API user login 传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了。好，再往下，你看它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这个什么 login 这个 API，对吧？如果失败就产生个错误，如果成功呢？如果成功，我们就去指定一个 URL 给它传过来。就是说，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地方是 redirect URL，就是我们要登录之后要传递的 URL，登录成功之后要跳转的 URL。我们先去取这个叫做 URL 的这个参数，$require 点 get 就是我们取这个 URL 这个 URL 上的参数啊，名字就叫 URL。在这写一下吧，大家可能这个参数命名上重复了啊，就和 URL 这个名字重复了。比如说，访问的是 login 啊，访问的是什么写全了吧？http local host 3000，访问的是 login 啊。如果直接这么访问的话，那没问题。登录之后，我们试图去访问这个参数没有，对吧？没有的话，就或者是根目录，那我们就直接登录之后返回根目录啊。返回根目录其实就是返回首页嘛，对吧？这个没问题。那如果是访问的路由是登录它，然后 URL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呢？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先获取这个 URL 参数，也就获取到这个东西，然后去把它跳转到这个地址。这是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如果是用户，比如说人家没有访问首页，人家直接访问他的用户设置页啊，或者说直接访问个人主页，但这个时候他没有登录，他直接访问个人主页，这肯定不让他过，对吧？啊，所以说我们就强制他跳转到登录页，让他登录。登录完之后，你不能人家访问个人主页，你登录完之后你再让人家访问首页，这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当你访问个人主页，但是没有登录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个人主页的这个 URL 这个地址给它放到这儿来啊。当然要加一层那个编码，就是 encode 的编码，放到这儿来。然后登录成功之后呢，就会获取这个地址。然后登录成功之后，直接给你跳转到个人主页去，就不用再到这个首页了啊。就这么一个目的啊。这个功能大家应该很常见啊。OK，最后是引用一个 footer 啊，然后就完事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两个EJS 模板啊。很快我们就讲完了，因为它比较简单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讲完模板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发路由了，对吧？好，开发路由我们就在这一块做了吧，也不是很麻烦啊。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开发路由要分为这个 API 和 View，然后我们这个 Login 和 Register 肯定是要放在这个 View 下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PI 这个 Login 和 Register。全是页面，对吧？页面肯定放在 view 下面，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建一个 user 点 js 啊。大家注意，这个 user 点 js 和后面这个 users 不要混了哈，为了那个不容易混淆，我们这儿直接把 users 给删掉了，就反正也没啥用，对吧？之前演示过了都是。好，把 users 给删掉啊。
删掉之后呢，index 先留着吧。然后删掉之后，我们相应的这个 app.js 里面，我们这个 users 这个路由也应该给它删掉，对吧？我们先把这个路由注册给删掉，然后这个 users 这个路由的这个引用也给删掉。OK，保存一下。好，让我们 view 下面建立一个 user.js，然后这个呢就是用户相关的路由，对吧？好，就是 user 相关的 view，就是页面的一个路由配置啊。author，双阳老师。好，同理啊，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router 还得给你引一下，对吧？啊，那我们就直接手写吧。其实拷贝也有时候比手写也快那么一点点而已。好，还要执行一下啊。然后这就是把这个car router 给引进来了。然后最后其实我们要输出的啊，也是这个 router 啊，这行大家很多时候会忘，就写着写着之后就忘了输出了，所以我们先写上。然后我们接着去根据我们的基础方案设计啊，你看大家看这个地方，我鼠标这个地方的路由啊，就是页面的路由啊，一个是 login 啊，一个是 register，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而且全是 get，因为它页面嘛，get login 啊，这就是登录的，对吧？assign 一个 ctx next。啊，我们直接就一块写全了吧，考一下。好，register。OK，写完之后呢，我们 login 就是 await ctx 点 render 啊，然后把这个 login EJS 的这个文件名给写上，然后里面的参数我们什么都不传，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信息也没有，对吧？同理啊，这个把 register 这个文件名给它写上。这块其实和我们示例中这个 index 点 js 里面这块是一样的啊。这个大家应该看的都比较熟了，只不过它这里面传了很多参数，我们这个地方一个参数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信息也没有。这个参数我们会慢慢去完善上啊。因为这个参数是什么？这个参数就是我们要传这个登录页面这个 is login 和这个什么这个 username 对吧？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好，我们保存一下，保存一下这个有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上，对吧？好，inst user view。不错，写的全一点啊，这样的话就可读性就会高一些，对吧？好，loose view user，好，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上。按照现在的规则写就行了。啊，注册路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个 error view router 这个一定要最后注册，因为它里面有404的路由，对吧？啊，我们把注释写在这儿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它永远在最后面去注册啊。所以说，有什么路由注册就往它前面放就行了。OK，那我们写完之后，我们启动一下这个服务，看看会不会报错。好，没有报错是吧？没有报错，我们就访问一下，先访问一下登录。OK，大家看引出来了对吧？啊，我们看一下源码啊，源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一坨啊。然后再访问一下注册，访问注册点这个就行了，点这个链接就行了。啊，它的路由也是 register 啊，对吧？我们看一下源码啊，也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坨对吧？啊，OK，好，还有一点细节忘了讲，就是我觉得还是讲出来比较好，就是 login 点 EJS 里面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就是 dollar 点 query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啊？点 get 这一些，因为 jQuery 它本身是不包含这个 dollar 点 query 的 get 的，我们需要引用在 footer 里面哈、啊，我们需要引用这个一个 jQuery 的插件就可以了，所以这东西没必要我们自己写啊。就是这个 query object 啊，虽然说看似是我们本地的文件，但是 query object 这个文件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从网上给下下来的啊，因为我没找到它的 CDN，就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一看就是别人写的啊。啊，这就是这个细节啊，我们就这样说一下就行了。大家用到的话，大家就可以去自己去下一下，或者说自己去找一个 CDN 去引一下也可以啊。OK，那就是我们这一节把这个路由就给讲完了，对吧？